啊，下一首歌叫做《人生即兴》，就是最近 Vocal Normal 下半年开始实验的一个计划，就是每一次在演出的时候呢，都会丢一首歌给观众唱。对，应该说就是请观众来创作一首歌曲，因为熟知 Vocal Normal 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我们其实花了很多心力在创作跟编曲上面。所以呢，我们相信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特别的声音，特别的一首歌曲，每一个音乐会都会产生一首独一无二的歌曲。所以在座的任何一位，有没有谁愿意送给我们一小句旋律，几个音符也可以，贡献一段旋律，然后我们会用这段旋律来发展成一首连我们都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的歌曲。后面卢广仲举手。广仲，一句就好了哈。是都没有关系吗？一句就好。哆瑞咪嗦。好。这好像有点简单，是不是？这是绝对一点吗？没有。我想要来一点点小小的变化，我想要把它唱成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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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愿意唱吗？哒。